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呢告诉我，一个人呢不管你在什么岗位，只要你用心的去把事情去做好，然后大家就一定能够赢得大家的肯定。然后我们三特瑞呢，我加入三特瑞已经将近一年了，然后我们一起共有了这一个收获的2014，我们转眼间呢已经迎来了2015，然后在这新的一年里呢，我们继续的奋斗，为三特瑞的发展继续努力。然后呢在新的一年里，我祝我们的三特瑞，祝我们的公司能够更上一层楼，谢谢大家。各位好，我叫刘强啊，文化水平比较低，也不怎么会说话。我进公司也有一年的时间了，主要同事是一同的那个质检工作，奋斗了一年啊，感觉公司特别好。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啊。以我们的经验啊分享给大家，使我们的团队更加壮大。我们迎来了2015吧，我们会更加努力，争取2015，我们三特瑞家人个个拿到大红包。谢谢大家。